你缺乏锻炼啊，上肢、后背、腰、臀，你怎么出这么多汗啊？今天也不热啊，有点虚，缺乏锻炼。别吃别喝呗，谁说了写请客？您说吧，你想吃什么？懂事儿，你打吧，您看。哎呦，来吧，庄教授。 睡相好看吗？太过分了，千万不能发朋友圈啊！那你跟我说说为什么带我来这儿？本来呢是想带你来看夜景的，但是看你睡得太香了。 舍不得叫醒你，你这算治疗吗？你觉得有效吗？嗯，好吧，看在效果不错的份上，就不发朋友圈了。谢谢陆大夫，谢谢庄大夫。哼，来吧，下来吧。 这儿海拔太高了，我晕。你可真是我见过的最麻烦的大夫。你是我见过的最爱管闲事儿的大夫。回家吧。 洗个澡，换身衣服。嗯。你怎么进来了？你出汗了？退烧了吗？怎么不叫我呀？出汗了更不能着凉。哎，我来。你着不去？你是房东，咱你也不能这么随便。 推门就进男人的房间吧？什么男人女人？你现在是病人，当了十几年医生了，什么没见过呀？那是工作，这是在家里。在哪儿都是人，生病了都一样。您说呢？这位患者？哎，你给我还是穿上吧。衣服湿了，换一下吧。哎呦，怕我占你便宜啊！对我的医德这么没有信心啊！ 我对陆大夫有信心，我是对自己没信心。哼，看看，说实话了吧。这什么呀？糖盐水。必须得喝啊。必须得喝。体温计留给你啊，你要是哪儿不舒服就随时叫我。今天晚上我 on call。 陆大夫深夜出诊，辛苦了。我们俩这样，像不像夫妻？不像。为什么不像？你结过婚啊？我没结过。那不就完了？可是我看过电影啊，电影里。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，电影里还演别的了。怎么了？不好意思啊。
我已经好久没睁开眼睛看到另外一个人的脸了，有点不习惯。你什么时候转过来的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没睡好，翻了好几次身。那么紧张，我就睡得挺好。听出来了。 什么意思？有人跟你说过，你打呼噜是不是像个男人啊？你还是睡着了比较快，你接着睡吧。昨天晚上什么情况？昨天晚上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我敲你门，你没听见啊？我睡着了。撒谎。 我都跟你说过了，那门漏光，你屋里开着灯呢。我睡着了，没关灯。又撒谎！我刚走你就把灯关了。没有。那你就是不喜欢我。不是。你知道什么了？你喜欢被动。啊？ 在我眼里，没有人可以和陆晨曦一样。虽然他有很多毛病，但他对我而言是独一无二的。是真心的吗？不管结果怎么样，我都挺佩服你的。行啦，恭维的话我听够了，说点我想听的吧。你什么时候走的？怎么了？前天啊。那看来是我太想你。 感觉你好像走了很久一样。哎呦，这话我爱听。陆院长，等什么时候您主持全员工作的时候，我绝不跟您对着干，这个还挺吧？嘿，我要当院长，到哪儿都带着你，白天拎包，晚上暖床。现在手机就是你的命啊，眼里除了病人就是庄叔。真想人家就给人打一电话吗？ 什么电话？马上就见着了，你还死盯着照片？能不能小点声？你要跟他说一声，千万不能去。喂，我跟你说啊，最近要是有人鬼鬼祟祟请你吃饭，不许答应啊。为什么？别问为什么了，还有那些乱七八糟的群，别进，我回来仔细跟你说。哦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们已经在路上了，还没出山呢。好，快到了，告诉我，我出去接你们。 哎，还有一件事儿，晚上钟老师请客，你跟我一起去吧。什么好外卖啊？钟主人家有好吃的都不去啊？他有事儿，别瞎闹。什么事儿啊？结婚大事儿啊？老庄啊，我告诉你，你抓紧了，我们可都是压了钱了，半年之内一定要搞定啊。